欸，你可以装可爱的姿势吗？给我个棒球棍啊。你现在这个侧面感觉是像台泰混血。对耶，所以重点是鼻孔要这样啊。对，你看，欸，少了那个鼻孔就少了那个感觉，那鼻孔是关键哦。不然我们来对个嘴好不好？萨瓦迪卡，三二一，萨瓦迪卡。嗨，高西丫丫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挑战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呢，仿一个名画的妆容。因为呢，我前阵接到一个业配，然后呢，他说，欸，希望我找一幅名画来仿。那我找了很多名画呢，发现他们好像五官都跟我差太多。最后呢，我发现一个超级浓眉的女生，我觉得跟我有点像，就是这幅有没有跟我有一点点像？眼睛眉毛非常的浓啊，所以今天呢，准备了这么多的道具，要来挑战名画仿妆。好，首先呢，先来换衣服，我准备了，刚好我这两件一个发热衣，一个毛衣，颜色非常非常的类似，先把这穿上，然后再把这套上去。欸，你这样有点像达摩之类的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露一边的肩，他们都会露肩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要化妆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上面的头饰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是准备发箍。有没有像良家妇女？好丑。好，先介绍一下材料，就是我头上这个发箍，我是想说跟着这一群花粘在上面，就变成那个发饰了。然后呢，字幕君剪了一堆落叶树枝，要来装饰这个脖子跟后面。然后呢，买了这个超酷的小手，这好像其实是逗猫的东西耶，插在手指这样子玩的。但是呢，它的耳环跟这个很像，然后它的头发是咖啡色的，我买个咖啡色喷头发的。最后这边再夹这个，就觉得应该还蛮像。化妆品的话，它感觉还蛮简单的，它其实就是眉毛超级浓，然后要连在一起，然后有胡子、鲜艳的嘴唇跟腮红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化妆，肤色好像要深一点点，刚好用这个遮瑕膏会深点的肤色来用，拿这个当底妆，先打个底。反正今天不用太精细，好像是说要有那种文艺复兴啊、破旧的感觉，遮个黑眼圈啊。然后呢，最边边要有个橘色的修容线，我拿最深的这两个颜色，这边超级橘条。我就学画画，他说其实男生天生都蛮会画画，因为他们就很大胆的下笔，然后女生就会很小心、很谨慎。要不要我来大胆一下？尤其是眉毛的部分，我完全可以操刀。我觉得可以耶，橘了没啊？还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看起来是打了一个阴影在上面。是我画的都太漂亮了。我拿出我最显色的眼影，这个总是橘了吧？混合这两个颜色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才看。这样子。原来要下手这么重哦，还真是一个学问哎。这样边边有像了没啊？嗯，边边有了。好，有了。好啊，那接下来腮红，它的腮红是一个勾勾型的，然后就沿着。而且它最重要的是，它除了眉毛连起来以外，它还有点胡子。对，那最后夹，我跟你讲，拿眉粉搓一搓就有了。我先把眉毛勾勾画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它有法令纹，虽然我有，可是没有那么深，只要加深，拿刷子沾那种修容的。有没有？你有画吗？你有画上去吗？哎、欸，有啊，我法令纹那么深，本人就这么深。它还有卧蚕。不是啊。还有泪沟哦，这是泪沟。泪沟，你知道泪沟跟卧蚕差在哪？差在哪里？卧蚕你要是这样子，这边一条的，泪沟是这一条的，哦，下面这一条，然后画个泪沟，泪沟是这一条。哎，有一点像。我再把这边提亮就更像了。他的眼窝呢，因为是阿多啊，所以要深邃，主要就是画后面这里。可是他还有一个很深的双眼皮。那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你要拿最白的遮瑕膏。哦哦，你还有艺术天分啊！哎，他睫毛是没有那么翘，刚刚睫毛没卸干净。哎，真的不得不说，你在国文、英文、数学这边都很烂，但是你在彩妆这边真的很厉害，我不得不说。感觉他眼头这上面这边好像哦，也有深深的，也有一个阴影的感觉。对，我还没修容鼻子，对，我觉得他这里橘橘的，修鼻子修尖一点，鼻孔的话朝天一点。然后眉毛呢，就尽管黑就好了，所以我就拿这种黑色、咖啡色的眼影。然后是弧形的长的，然后前面也要很浓，浓到前面后面都一样浓，就是要有那个锐利感。最重要的是两个眉毛有点哦，它有点要接起来了。对，它是有点
V 字型这样子。你今天是可以淡一点，蛮像的。对一下那个图，哎，你长得蛮像他的，其实。我跟你讲，外国人就是眉骨很白，要不然把鼻子在鼻孔画黑。这种感觉好像有点舒服啊。你怎么越画越觉得哦，你想穿进去？画一画起来哦，原来用眉笔抠鼻孔这么的舒服的、啊。有没有试看看？胡子就用眉粉，灰色眉粉。这样那边也舒服吗？有没有试看看？有哎、欸，很像，有像有像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在头发要喷成咖啡色的，而且摇两下，然后喷。哇，啊，洗得掉吗？这边喷一下。可以了，刚我们已经先 DIY 了这个发箍的部分，就把这些假花都拆一拆，拆一拆，然后呢，按照那个粘上去，用透明胶带粘就好。哎、欸，那个掉了呢，又掉了呢。特地买了一个这个架子，把我这美丽的脏粉色布挂上去，然后呢，我就把那个架子的纸箱剪成一个长的跟一个短的，把叶子粘上去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压在上面，是很聪明 ，DIY 小天后。你可以不要一直用鼻孔瞪着我。没运动了，好不容易把叶子全拆了之后，我要把它粘在上面，好像要粘高一点，这样子。哎，有哎，就是到时候两边裁掉就有了。哎，你帮我开门。要是我刚刚去开门，那个邮差会怎么想？好丑。嗯，可以哦，这镜头上看有那么一回事哦。对啊。欸、你可以装可爱的姿势吗？给我一个棒球棍啊。你现在这个侧面感觉是像台泰混血。对耶，所以重点是鼻孔要这样啊。对，你看，欸，少了那个鼻孔就少了那个感觉，那鼻孔是关键哦。不然我们来对个嘴好不好？萨瓦迪卡，三二一，萨瓦迪卡。好，以上呢，大家给我几分，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啊，会不会我以后就改行做这个仿妆鸭了？有人猜得出这个仿妆是什么样的业配吗？在下面留言，猜对的呢，我自己亲自准备送给大家我喜欢的彩妆品，真的很难猜，我不相信有人可以猜得对哦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该不会是什么泰国曼谷五日游机票？哦，哎，有点像哎，对不对？业配拍完了没？一直想要挖鼻孔，今天影片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。